关美啊，你生哪门子气啊？跟你有关吗？大哥，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地儿，多包涵啊！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干嘛这么话里有话呢？昨天那就是个误会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好吗？ 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我说什么了？那我们这个客房部的人嘴都特别严，但是媒介部的人可不一定啊。你心里有个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我说了，深圳不怕影子歪，这是个误会。哎呀，无中生有是他的爱好，无事生非是他的追求。再说您这次素材确实很大，很给力。我就是倒霉。也确实是大家都认为不怪你。 是吧？怪就怪威卡，好歹关个门嘛。哎，我觉得是那个大堂经理有问题。张总，你说我们威卡单身那么久了，你以后一定要对他好一点啊，一定要幸福哦。 笑什么？没笑什么。一会儿唱歌的时候大点声啊，整齐点啊！等我口号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准备准备。唱，红星红星，你真了不得，五星大山要祝你。 蹦出个张红星！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这回我们创业部可扬眉吐气了啊！这回我们都是皇亲国戚了，对，我们是公司第一步，对不对？对。宁，什么皇亲国戚？公司里每一个部门都很重要，我们创业部靠的是脑子跟创意跟实力。 我当然期许各位成为公司的灵魂跟核心，但是这要靠你们每一个人用实力去说话。你们今天会这样，是不是认为我跟 Vika 之间有什么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，我跟 Vika 之间还真的没什么。阿盘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吧。你跟我来。 他怎么又回来了？新加坡下暴雨，航班都取消了。这次是我们失算啊！你说这个婆婆才来几天啊，怎么就把威卡拿下了呢？大家都在想呢。你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？他们之前早就认识，早就好上了。 故意让猎头把张红星挖过来演戏给大家看，最终目的就是让张红星顺利接班。对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哇，酒醒了吗？醒了。昨天晚上出洋相没出够，今天继续啊？不是。 从我早上一来，每一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就连 Cindy 都祝福我。你不觉得应该解释清楚吗？有什么可解释的？身子正不怕影子斜。你完全不介意？绯闻是职场最追捧的，你越想解释清楚，他们越来劲，越描越黑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没怎么办，正常上班啊。过几天他们就都淡忘了。
休息会儿吧，把自己累虚脱了就解脱了吗？啊，体力好的累不虚脱，甭说没用的啊！你看你那副样子，还说自己不在乎。我在乎啊，我在乎佣金多还是少，其他我都不在乎。得了吧，死鸭子嘴硬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他就是猎头和被猎头的关系，其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看呀，你八成是爱上张红星了吧？我爱上他？别开玩笑了。接吧，八成是他打的吧？我没什么好说。哎呦，你就给人家一次机会呗，让他给你解释解释。喂，我是翁光啊，王小姐，广告的事情我今天有新的想法，咱俩能一起聊聊吗？啊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石先生。玛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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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官，你天天不好好工作，你缠着我干嘛？那个我们老大的事你听说了吗？我们老大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照这么发展下去，威卡的 CEO 的合同到期之后，那公司的 CEO 肯定是我们老大的。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啊，帕派当上了 CEO， 那我就是公司的首席辅政大臣。上官，嗯，我说咱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总是活在梦里？我啊，是真的担心你，我怕有一天你做不了首府大臣，变成了大内总管。大内总管？哼！你来了，谁请你来？不许别人来。我也没那个意思。你挺早到的，提前了十五分钟。对啊，我这人一般跟人约会都提前到，省得别人等我。我没这习惯。哎，石总今天说的是谈创意，还是又是喝酒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要想问他，你刚刚电话怎么不自己问清楚啊？你今天火气有点大，有吗？你喝茶吗？还是喝其他的？你还想喝酒啊？昨天还没喝够啊？我昨天确实喝多了，但是我跟维卡真的没有。哎，别，千万别跟我解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觉得酒精真是好东西，就是男人能每次喝多了就说，因为我喝多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了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什么了。你觉得我在找借口是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。哎，不过张无星，我自己想了想，我觉得以后如果你跟 Vika 在一起了，你真的应该感谢我，是我给你介绍到 PAG 的，如果不是我三番四次的劝你去 PAG， 你怎么会认识 Vika 呢？如果不是我让你认识了 Vika，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？所以你真的应该谢谢我。美阳，你这么说就没有意思啊。我姓关，请叫我关美阳。我跟你很熟吗？哎，看一下。那个石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儿，你跟他谈吧。哎哎哎，关小姐，关小姐，我。开车送你，我干嘛呀？才来呀、
别提了，我昨天等那个石红光等到都打烊了，他也没回来，那不重要的，这不重要，那种金主多了去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那你干嘛这么鬼鬼祟祟，神神秘秘的？总不派人来，一大早就问我，你和威卡的关系？我都说了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没什么好解释。什么误会不误会的？没那么简单。反正是问我了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我一问三不知。所以你要随机应变，小心应对，懂不懂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 听我说完呀！董事会派来的是索菲亚，总部的人力资源顾问，专搞人事的狠角色。狠角色？嗯。维卡，索菲亚要的办公室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要不要看看？不必了。 根据各方的态度和意见，托盘，鉴于你刚来公司，我建议你还是主动提出离职吧。为什么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外企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中层以上谈恋爱，两个人中间必须要走掉一个。你刚来公司和重新开始是没有区别，而 Vika 在 PEG 的职位较高，薪水也多，他留下不仅仅是对公司，还有对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利的。 那我就更没有理由离开了，我跟 Vika 之间没有那层关系。拍拍说的对，索菲亚，请你再调查一下这件事情。我跟拍拍都会全力配合你澄清事实的。我不是来做调查的，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如果你们有更好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提出来，我可以参考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我跟 Vika 就是上下级关系、同事关系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 那你有本事就让大家不要再流言蜚语。公司也不能根据虚无缥缈的谣言来做处理啊，这样不公正。那你可以跟总公司申诉嘛，可是我也得完成我的工作呀。我不会离开的。伊卡要想清楚。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想清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言论负责任呢？ 我为什么要因为这样而离开呢？索菲亚这么做，是为了给公司省钱。如果是公司辞退你呢，要给你一大笔的补偿款。他真的是处理这种问题的专家呀。那我也不会这么灰头土脸、不明不白的离开啊。那你得想清楚了，他可是整人的专家。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，但我看他对 Vika 也没留情面。哟，看得挺准啊！这说明咱们公司内部有人给总部扎针了，针对的不是你，是 CEO 这个位置。好了，苏菲亚让工人把咱们办公室东西全给拆了。 索菲亚，稍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同意要离职，为什么要扔我的东西？波佩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个办公室要做调整，你暂时和大家一起办公。创意部门的办公环境是 Vika 批准的，为什么要调整？我的行政级别比 Vika 高，你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。啊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创意部上下班必须打卡。那如果要加班怎么办？ 那就麻烦你们在工作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。业内都知道，晚上是我们创意部门工作的黄金时间，如果要准时上下班的话，我们的工作质量会下降的。那就麻烦你们过洛杉矶时间，双赢喽。对了，你好好看看考勤制度表，省得扣了工资你还觉得自己委屈。
你们这个方案我都看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哈哈，我没什么意见。但是有一条，这个代言人呢，你们要找那种现在的小姑娘喜欢的。您要是决定了，那我们就实际操作了。啊，你们先说说看谁合适，我听一下。啊，最近有个特别火的叫韩毅，我觉得他蛮适合的。没听说过吗？这个韩毅以前是网络上最火的偶像团体成员，最近呢刚刚跟以前的经纪公司解约，准备多平台发展。那些粉丝人群我们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，这么说吧，是目前国内最受关注备受期待的偶像明星。可别小瞧那些粉丝，就冲着他那张脸都能把你的产品买断货。啊，行了，既然你们已经分析过了，只要他能给我们带来市场的效益，那就定他吧。派派，这是你们部门的事情，你负责去和这个韩毅接触一下。好的，我安排。莉莉啊，谢谢你啊，特别感谢你力荐我们家韩毅，这次代言的卸妆油是非常符合他形象和气质的。哎，你说，咱俩上学的时候就最要好了，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啊。那我也得好好感谢你啊，总不能你帮我赚了钱，我还在这装傻吧？你要是真想感谢我，你就帮我好好的整治一下那张红星。他得罪你了？那倒不是，关键是他进了 PAG 公司啊，狼多肉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要整成什么样啊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啊。能多狠就多狠，这要是做的太狠了，你们公司觉得我们很难合作，这合同在跑单了。不会的，石红光那边我早就搞定了。再说了，朱桂香能让这么大的单跑了吗？这不还有我给你做内应了吗？行，这忙我帮了，够解闷儿。张总，哎，这位就是著名的影视歌三栖明星韩毅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这位是他的经纪人 Rose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张宏庆。请坐吧，二位。在这儿谈啊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创意部啊办公室现在正在调整，所以不太方便。我们的大会议室呢也有人在用，所以呢就委屈二位在这先坐一下，我跟二位简单做个报告。张总，韩毅现在是什么身价？用这种规格接待，太欺负人了吧？不，二位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也知道这样不太合适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楼下有一个餐厅。还不错，我们去那儿喝杯咖啡，您看怎么样？韩毅啊，既然对方这么没有诚意，我看别谈了，走吧。两位别走啊！哎，请留步。哎，老大，怎么办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你的风格啊！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把咱们的利益最大化，你放心吧啊。亲爱的，我刚从你们公司出来，按兵不动，等我的消息。好嘞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这个石红光啊，这脑子可能进水了，就非得用这韩毅，说咱们公司签不下来，就找别的公司做。从各方面媒体反馈的信息来看，这个韩毅也不是很难合作呀。主要是他的经纪人难缠，他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电话，没法沟通啊。这你看，就艺人现在都会这手，把这个经纪人往前一推，唱白脸，自己呢在后面做好人。我们大家都在想想办法，做他经纪人的工作。
这件事情我们内部消化，就不要再扩散出去了。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真没办法。他现在根本就不接我电话。这说明就是你把他得罪透了。哎呀，我是真的要被宋远害死了。不过当然我也没有处理好。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把他得罪透了？其实啊，你这个遇到各往难缠的艺人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关键就是你现在这处境啊，这索菲亚正找你茬呢，她肯定得利用这做文章啊。能说点我不知道的吗？这个很难。本以为新的老板来了能扬眉吐气一番，这可倒好，还不如从前呢。这就叫黄鼠狼吃老鼠，一窝不如一窝。是啊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关键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让咱们大家都受连累啊。是啊。有完吗？当初吃吃喝喝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啊？咱就说 KTV 那天。KTV 那天你们一个比一个欢实，咱们老大当初过来可没带一个人，也没开你们一个人。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两眼瞎了？索菲亚，怎么了？你这么做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了。解决问题就是需要镇痛的，就好像感冒发烧，一定要打针吃药。一定要这样吗？维卡，你了解我这么多年，我这么做，其实是在保护你。可是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那只是一场误会。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你们俩到底有没有问题，而是公司内部有人拿这件事情做文章。我可以不管，别人也可以不管吗？好，既然是公司内部的问题，那我来处理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威克，我劝你一句啊，不要试图在公司内部查内鬼。为什么？毫无意义，职场永远都有敌人。切掉自己的毒瘤才是预防敌人最好的办法。哎 ，Rose 啊，我和威克约好了，在温斯顿酒店见面。哎，你们条件可以提得再苛刻一些，记住啊，说话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强硬。OK 啦。该我出场了。这次是丽丽找电视台的人帮我们做的工作，一会儿过去了，他们要有什么过激的言辞，你可得忍着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做足了功课，这次一定能够搞定他们。好。哟，你们这是要出去啊？韩毅的经纪人已经同意签约了，我们过去谈谈。要不这个文件留在你这里吧。回来等你签一下。行，放到我桌上就可以了。哎，维卡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合不合适说。说。韩毅那边呢，主要是针对波派有情绪，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，毕竟女人和女人之间沟通起来更容易一些。我觉得也好。波派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。没事，那。我先回创意部。
Rose 是吧？你好，我是 PAG 的薇卡，这是我们媒介部的 Lily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堵车，所以来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 ，PAG 是大公司，摆摆架子也是应该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三番两次说这些事情多没意思呀。我觉得合作嘛，大家高兴就在一起，不高兴谁也没有必要逼着谁。Rose， 薇卡是我们的大老板，今天亲自来，你也可以看出我们合作的诚意。对于之前的那些不愉快呢，都是误会，你可千万别计较啊。不是我计较，我是担心，这合同还没签呢就这样，这要签了合同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怎么办？与其这样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勉强合作。再次的给你道个歉，我们对于之前的那些不愉快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。你也知道我们 PEG 公司的背景，全国有多少家媒体，可都靠着我们的广告撑着呢。谈谈合作吧。你可以先说说你的条件和要求。这是我们公司样板合同，用我们的艺人必须签这个。Poppy， 哎，这么巧，你们也下班啊？你是在躲我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躲你？手机没带，手机充电器没带。我有啊，不一个型号的。我借你吧。太客气了。何必再这样耗下去呢？哎，那个，怎么了？请你喝一杯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你跟妈妈都一样。是往那儿写吗？自己看看。一点也不认真。那是几个？再看看。喂，阿姨你好。哎，小关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红星怎么了？醉得一塌糊涂，我真是担心死了。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？阿姨您别太担心了，我过去看一下吧。啊，您别着急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您啊。嗯。儿子，妈妈有点事儿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啊，你乖乖的。哦，行。不去了，妈妈看你写作业。
喂。喂，阿姨，我现在家里有点事情，我走不开。嗯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嗯，再说红星的事情呢，我也不是太清楚，等他酒醒了自己跟你解释吧。哦，好，再见。怎么回事儿啊？这次合同能顺利签下来，莉莉和汤姆也做了不少工作，说明大家对你的工作还是挺支持的。是，谢谢大家。我当初挖你到公司来就是看中你的能力，这次广告的创意的确也体现了你的能力。好吧，下面就赶紧安排拍摄。好的。今天这个天气行吗？希望能够拍出来海面这个效果。没有问题，放心 ，OK 的 ，OK 的。太好了，放心好了。张总啊，卫生间在哪儿啊？卫生间，卫生间比较远，我请城管带你去吧。我是在问韩毅单独的卫生间在哪儿。这边我们拍两个镜头就转场了，能不能请他稍微克服一下？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。拍摄现场需要给韩毅准备单独的卫生间。那现在这个环境你也看到了，怎么样做一个单独的卫生间？既然是贵方不遵守合约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创意部的人全部都回来了，一个个就跟被霜打的茄子一样。Propan 呢？被苏菲亚叫去了呀。看他还能撑多久，丽丽姐，你到底用的什么招数呀？都不用去现场就知道他们肯定会出事儿。我这叫诱敌深入，聚而牵制。在荒郊野外的，他坚持要求独立卫生间，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？你不用强调客观，分明是你没有看清楚合同就执行，这个责任完全在你。我知道合同里写了什么，但是在实际执行上，很多细节是可以沟通协调的。他是属于故意刁难，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楚合同，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漏洞，责任完全在你，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一天下来连人带车需要多大的费用？因为你公司损失，这个费用你赔。你这也属于故意刁难。没错，可这个刁难你的机会是你给的。早就回来了，看你们真是干活利索呀！祝贺祝贺！哎，大家怎么都这表情啊？不欢迎我们呢？丽丽姐，我们今天的广告没拍成。没拍成？什么情况？那破盘呢？我在这儿呢。破盘，你别介意啊。本来是接到威卡的通知，说等到你们回来，大家一起吃庆功宴的。要不，今天这庆功宴还是算了吧。别啊，照样吃啊。心意我们领了，饭就当是吃过了。没必要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卡拉照样 OK 啊。这种情绪下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什么情绪？那个经纪人的确很难缠，我之前跟他打过交道。知道难缠还不小心点，你就不要再为他求情了。这次他是全责，
拍拍是我费了很大的劲，通过猎头公司把他挖过来的。你这样逼他，会影响我们公司的信誉。就是因为你好不容易把他给挖过来的，所以公司才有人拿他做文章。我做事情一向都是有分寸的。你这样做会对拍拍的职业声誉造成毁灭性的影响。索菲亚，你这样会毁掉一个人的前程的。好吧，你去告诉他，他要是主动提出离职的话，我前面答应他的条件不变。你说吧，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呢？是让他直接跟你道歉呢，还是打官司？这个嘛，到时候看一下发展情况再说。哎呦，红星啊，快起来，上班要迟到了。红星，妈，我这边休息。啊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，难得多睡会儿，我今天就不用上班。哎呦呦，好吧好吧，再睡一会儿啊，我一会儿叫你，快快醒醒啊。喂，维卡，我想请几天假休整休整。OK， 请假信 email 到 HR。谢谢。